学个一技能，一下，哎，一下走了，走位躲打不溜。好家伙，你是真是刀也不补了呀！我看还有多长时间啊？还有2分钟啊！哦，他好猥琐呀！谢谢阿远姑娘的5个飞机儿，你是真是一点也不往前上啊！我天哪，这人呐！我抠一下打骸骨走呗。他们家什么打野？剑圣，可以，来吧，剑圣。一看这剑圣就是要来了，致命点呀 ！A 接 W，A 接 Q， 这波 W 没躲掉 Q， 其实有点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只能说是这剑圣来，我是预料到的，但是我也没地方跑了。来呀、啊！浪费了我一个点烟，谢谢催出腿，谢谢阿远姑娘，还有30秒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这卡密人可老猥琐了，我操 ！A 接 W，E A Q 一个平 A 吃药，再 A， 再 A 闪现。A， 再 A 接 Q， 双杀，回家他有传送。谢谢阿远姑娘7个飞机，恭喜一息尚存，来个皮海。你们知道这波为什么我能双杀？因为卡米尔的闪现，他不闪我是双杀不了的，他闪现非得要晕我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杀他。嗯，他居然不打右边的。斗鱼最后一秒中奖，最后一秒送礼物就容易中奖，这是斗鱼 bug 财富密码是吧？谢谢老板啊，谢谢老板，我已经把房子都卖了，准备来斗鱼抽奖了。我给你来个无影棍儿，这波可以杀。你逃避不了行为的后果。
哎呀，他升了。你敢E我？长本事。窍门就是到心里手脚麻利。插个眼儿的。这人太猥琐了，好难杀呀。他就真是就一直耗，你知道吗？就耗血为主 ，Q 一下。我还不能说是一直上去跟他打的，我们也得打 Q 一下。有的兵他直接他就不补了，你看着吗？炮车你都不要啊？哎呦我操！我跟你玩游戏也真难呐、啊。这波他只要 W 我，他就必死。看他敢不敢啊？他连出塔 W 我的勇气都没有。你连这点勇气你都没有，小伙子。哎，只要他敢放这 W， 他是必死的，因为他放 W 的时候吧，呀，剑圣来了又，装甲猴。哎呦啊！剑圣，剑圣居然知道我是装甲猴，不敢单呐！这不敢单啊，这是不敢单的。不知道剑圣在没在打峡谷先锋啊，瞅一眼啊。你好 ，EA 收教大招可以。W 走，不打了。我插个眼儿，别让他打就可以了。这怎么还能顺道把中路给杀了呢？还这波开始控线，这卡密尔永远不会再跟我们打，所以我们就一直控上线，看他把E交了我们就杀他。中路小心，这波赶紧清线啊，这波赶紧清线，把闪现交了可以，俺俩把他打了。你就别拿了，你给我吧，我那上路三层塔皮，我拆不拆不直接拆没了。等寡妇大招啊！
等寡妇大招来上路，把卡米尔杀了，正好寡妇16秒大招把线推过去。跟我来来，这人100%站塔下，直接杀来，直接上，直接杀就完事儿了。他一切的一切我全部都能猜得到，就这卡米尔100%就塔下一不动了，就塔下挂机。塔下一挂机，他以为我们拿他一点办法没有，其实他是个地方，我把二塔都给他拆了，我让他永远也切不来。不吃不不不拆了，不拆了，不拆了。二塔直接给他拔掉，他的兵线永远过不了我们一塔，回家。剑圣这波得下路，我把他红给他打了。这剑圣居然不打龙，把小龙拿了。这种时间点他敢在上路出现不打龙，那没办法，小龙我们的了，左边肯定有剑圣，小心点啊。你就这波为什么知道剑圣搁左边，因为他打完红没有地方去，你知道吧，他100%要往左边走，要从瑞文那个地方出来，因为他没地方去呀。正好看见中路瑞文，哎，他打起来了，100%要上来。1A 不人为钻我身体 ，A 阶段人为 W 溜。哎呦，我好闪！这为什么往我脸上闪？这哪来的女枪？我没想杀呀！给你来个无影棍儿！我的炮车！这波不回家也行，我没地方去。这女警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拆他二塔，把他二塔也给他拔了。拆他高地，不拆了，剑圣回来了。剑圣女警加女枪，这一波会在下路。啊，然后我们回家。女警如果到现在都没出来，说明女警已经挂机了。我有双 buff， 走了，不打了。看见剑圣就撤了啊！这剑圣一会儿把我杀了，不合适。
这边剑圣往这儿走我都知道，但是女枪吧，他让我把 W 给用了，要不然我就杀他了。我说实话，我跟他们玩，我就相当于开图跟他们玩。来吧，剑圣，你就可劲砍他假的，要闪现。你可能觉得我是挂逼，但这就是意思。嗯，对 ，Q 的 F， 同时按 F 就是无影棍，或者按 D 也可以取消后摇。不打，旁边有人，人有点多，而且几个人来 ，A 一 A。A 出钻起来 ，A 截图先杀卡米尔，这牌野伤害挺高啊。剑圣来这波我们全死，瑞文来瑞文也得送啊，瑞文，看看他们进不进塔吧。得来个黑切。这把其实我出个反甲也行，一会儿俺们出个反甲。开隐伤害怎么能那么高呢？不应该呀，我正常护甲200多，他妈打我的伤害应该没那么高。这波可以小打一手，把他鸡给他打了。这开隐杀不了，太幼了。可以杀他大树，这波二打四能打赢。先杀剑圣啊，然后再杀凯隐，他们家后排过不来，这卡密尔不白送吗？还剩两个人，这波不行就直接就上这女警，不是这女枪，那旁边没有女警，有女警还行，没有女警搁这烧什么玩意儿了呢？烧不知道有什么好烧的，早怎么不放这玩意儿了呢？这波拆完就撤啊。呀，没拆掉，来个黑切，然后我们再出一个小反甲。哇，这瑞文这么猛的瑞文。几个人吧，啊，几个人吧，
就这么两个半人要跟我打，这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？追一追，试一试，看看女警在不在这里。减我速，就剩你俩了是吧？我上了，追过来，追来，追，使劲追，唯五杀呀！追我，真有脾气呀！差六十，中路死亡之舞吸点血吧。我们这波一定不要着急上，着急上我们就死了，知道吧？别着急上，要找到谁？找到剑圣啊！就找剑圣，就在旁边看着这剑圣。这剑圣只要敢上，他就死了。把中路高地推了，剑圣只要敢 Q 出来他就死。那回家了，最后再出个提亚马特，来一个九头蛇，无敌了。我斗胆来一波一 v 四吧，一 v 五费点劲，因为我首先得杀剑圣，杀完剑圣我还得杀卡密尔，杀完卡密尔我得杀女警，杀完女警我得杀女枪，杀完女枪我还得杀对面的凯隐，这么个顺序我们才能一打五。少个凯隐我们就可以少杀一个，我来了几个人，剑圣跑肯定是跑不了的，往出来碰一下，这 W 接走呗， EAQ 平 A， 拿下下一把，还坠了俩，什么坠了俩？谁的飞机？谁送飞机了？有人送飞机吗？有没有人送飞机？别让我失望。